Hello，今天我们吃红油串串。今天这个红油串串太香了。没有一头牛可以逃过潮汕人的嘴。最后一块这是自己做的三文鱼荔枝肉，这个贡扇只需要烫几秒就好了，超级脆。先吃个溏心蛋吧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你们爱不爱吃香菜？我超级爱吃香菜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吃完了，拜拜。